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一部是马自达的 MX-5。 相信大家很多都听过 MX-5 这个名字，尤其是喜欢车的朋友，它就是一件非常受欢迎的一架小跑车。今次揸这部是一架硬顶开篷 NC 的 facelift 版，即是第三代的 facelift， 配上这个自动波，它是六速的，还有一个太平盘片。咁好多人會問啦，哎呀，會唔會自動波會有所影響到 MX-5 嘅駕駛樂趣呢？其實係唔會嘅。咁啊，一陣間可以同大家睇翻啦架車嘅動態咧，同埋嗰個波箱反應咧，絕對都係 fine tune 過 for MX-5 嘅。咁個外形上面啦 ，facelift 咗嘅外形咧，其實咧嗰個從嗰個頭燈啦、頭泵把都可以辨別到呢個 facelift 前同 facelift 後。咁內籠方面啦，內籠方面其實都有啲 refinement 嘅。例如你觸摸到的位置、胎盤啦、浪手啊嗰啲地方都有啲 soft pad 啦。咁車架方面咧，其實都有 fine tune 過啦。佢嘅避震嗰個 suspension 嗰個彈弓嗰個硬度係增強咗啦，同埋亦都對應翻啦嗰個避震芯嘅硬度亦都有 tune 去堅韌咗嘅。咁變咗呢架車你揸落去咧係好實在嘅，咁啊甚至有啲歐洲車嘅感覺嘅。咁廠亦都非常之知道嗰個車重就對於一部 MX-5 好唔好揸嘅一個關鍵所在咧。咁呢一部 MX-5 咧嘅車重咧只係1180kg 嘅啫。咁對於嗰個操控啊、過彎啊，相對亦都係有所幫助提升。外形方面咧 ，facelift 咗嘅 MX-5 咧，喺呢个头灯啦、头泵把啦、雾灯咧，同埋鬼面罩嘅位置咧，都有 refine 到嘅。咁再睇下车尾嘅部分啦，车尾部分最明显嘅分别咧，就系个尾灯，尾灯咧都系 redesign 过嘅。咁尾泵把亦都值得留意一下啦，佢黑色嘅部分咧系比 facelift 前多咗，咁我跑感咧就会更加丰富啦。